抖音开录了，冷不冷？累不累？等下上红毯了，不想穿高跟鞋。今天要唱歌，很期待，不期待。抖音。Johnny, Johnny. Yes, Papa. Eating sugar. No, Papa. Telling lies. No, Papa. Open wide. Ah. 抖音。That was a pretty boy. Yeah, it was a pretty boy. Oh. I like pretty boys. Me too. 抖音。愿你能保持月亮般的心，有了自信。抖音。想摘下星星给你，就摘下月亮给你，摘下太阳给你，你想要我都给你。抖音。只要你乖，给你买条街，爱不爱你不如你去猜，购物车你要我帮你拍，衣服热我问我包。抖音。抖音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好看？怎么办？我抖音。我们两个这么好的朋友，我怎么会爱上你？你不会爱上我了吧？啊，不会，怎么可能？总有些惊奇的际遇。抖音。孙云。倔强都不被你发现。我刚从警察局出来，我被抓了。你是怎么了？你犯什么事了？我太想你了，都想疯了，警察就把我给抓了。不是吧？那你不是应该去精神病院？那你不是应该去精神病院？学习更多单身小技巧，10月17日在优酷宠爱剧场看《我凭本事单身》，更多单身小技巧等着你哦。抖音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听到风在哪里，想念着你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。抖音。承认吧，承认什么？承认你也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，你也很为我着迷吧。 I know, I know, 这就里一段有你陪我。抖音。그대여뽀뽀해주세요망설이지말아요。抖音。抖音。有一个挂件女友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当挂件女友委屈时。谁说你多余了？你不还有我吗？对。我还有放放，我的狗喜欢我。当挂件女友生气时。你这狗，你睡上倒霉去。当挂件女友不听话时。哎，董霞，你等着我。我说谁话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先去吃吧，我很快就回去啊。当挂件女友耍赖求和时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
你给我松手！我不。当挂件女友撒娇求抱抱时，哇，你真聪明，跟我在一起后变聪明了啊！不知道谁跟谁变聪明了。抖音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。抖音，没有就是你，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明动了心思 baby 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。抖音，我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盂兰节了。这是您闺女啊？闺女，我媳妇儿。抖音。